斯诺克是一项高雅的体育运动，在当今社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深圳市超级视觉科技有限公司针对目前台球行业手动计分成本和错误率高、俱乐部运营和管理落后、球友打球体验差的现状，通过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独立研制了一款能够自动计分的智能计分系统。用户只需打开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比赛，在比赛设置页面可以选择赛制、让分数、开球方等。系统还能够为球友提供单盘或单局击球成功率一分。单杆最高分、出杆时间、八分、犯规次数、精彩回放等数据显示，历时近两年时间完成了该项技术的研发。该项技术将会给球友提供精准的可视化技术统计数据，提高球友打球的兴趣。2018年4月，深圳市超级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在第12届广州国际台球及配套设施展上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斯诺克智能计分系统。来自全国各地的台球俱乐部经营者、球友以及世界各地区的台球行业专业人士和官方人士，经过现场体验后，都对其功能和性能表示赞赏和惊叹。后续将会陆续推出中式八球、美式九球等智能计分系统，以帮助台球俱乐部做生意为使命，提高球友打球体验为目标。通过智能硬件及互联网技术，带动俱乐部发展和球友互动，服务中国8000万台球爱好者、10万家台球俱乐部。万众瞩目之下，一场台球行业的革命即将到来。